是穷小子，是经历的问题。五中，疯了。酒桶子，你在盯我是吧 ？Ella， 刚刚女主角张轩瑞担任男一，台湾第一部麻将贺岁片宣传，当然得聊 Loki。不仅 Ella 献唱，张轩瑞也亲自 rap。但不止这一首。罗时丰、王彩华、许富凯、曾婉婷等片中演员全都献唱助阵，就是希望能替电影抢先炒热度。毕竟国片在春节上档，过去几年都有破亿票房，这回成了台湾贺岁片代表之一，票房压力自然也不小，起码3亿起跳吧。三亿、哦、真的，因为我们罗时丰罗大哥他说他是三亿人，他是三亿人。可是我觉得啊，除了票房好之外，我们更希望的是口碑好。希望叫好叫座，宣传先推洗脑歌，在一票贺岁片中拼出记忆点，带动票房。三立新闻杨玉兴、胡克强、莫想真台北报道。